起闻，我叫阿里丈，我叫美典，我叫贝特林。今天是2016年5月16号，星期一，是阴天，气温7.48度。明天是星期二，是阴天，气温7.48度。昨天是星期三，上午是多云，中午是晴天，气温7.13度到49度。星期四，加油，气温6.14度到47度。星期五，下雨，气温6.14度到48度。星期六，下雨，气温6.15度到48度。星期天，上午有也有，下午阴天，晚上。今天气温今天你要穿上裤子和夹克。今天上午很冷，你要穿夹克。明天你要穿我夹和短。祝明天上午很冷，你要穿夹克。昨天舒服，你要穿 T 恤和短裤。昨天上午很冷，你要穿夹克。星期四上午很冷，你要穿夹克。星期四你要穿深圳黑裤子。星期四下午要淋雨，你要伞。星期五不冷不热，黑雨你要穿深衫。裤子和夹克。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很冷，要穿全身裤子、夹克和伞。好好修行，天天向上。再见。